好，欢迎再度收看股市强共哦。那今天震荡哦，还能收红，其实算是蛮强的，对不对？因为这几天上个礼拜涨太多啊，本来认为说今天大盘小压回也 OK 啦啊，因为毕竟你看台积电嘛啊，涨的也蛮多的，哎，今天尾盘还可以拉了起来，只是小跌了一块啊。那这边就是不用去想太多啊，很多放空的都被嘎死了啊，甚至开始。对不对？有些老师比较不要脸的啊，会员放空被嘎死了，然后哇，上个礼拜五开始哇，他做多耶，还赚钱，好厉害哦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们就是不要追高杀低啦，哦，真的嘛？你说这个这几天好了，你涨了七百，对不对？将近七百点，你回个一百点，回个两百点，我觉得都 OK 呢，对不对？因为这几天涨的都是台积电嘛，哦，要不然就是对不对广达嘛，哦，连广达都可以涨那么凶，是不是？那这些股票它就是对不对？第一个，政策做多；第二个，产业也是多嘛，台积电当然是多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广达你说好啦，你什么做伺服器，你比鸿海贵，我是不认同啦，啊，但是反正对不对？这投信喜欢追高杀低就去吧，哦，有时候投信买的就是。买在高点，卖在低点，啊，你看合一嘛，对不对？投信卖完了之后，哎，今天就不跌了，啊，所以怎么讲股票哈，没没嘎嘎就追，啊，但是我只要希望各位能够，对不对？看得远一点啊，就像说今天呢啊，今天比较重要的新闻是这个了啊，今天比较重要的新闻是这个啊，是这个，是这个。是这个啊 ，TSMC 啊，台积电二奈米 GAA 经验客户及修正蓝图啊，五年超三星五年超车断念啊，因为最近你常看到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日本政府啊开始跟韩国哎和解了啊，那日本政府也邀请了三星啊、台积电啊等等啊都去日本投资啊，那日本政府呢？也非常的有诚意哇，都是补助一半的金额啊，比美国好很多啊。那当然了啊，台积电的对手啊，第一个三星，第二个英特尔嘛啊。那英特尔的那个执行长应该这礼拜会来台湾啊，他会去找台积电，应该是要求救兵了啊，因为毕竟他也是被打得蛮惨的嘛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他自己的技术，其实他的技术是不错，但是不知道啦啊，英特尔可能。他们的包袱比较多，哦，所以他们的一直制程都不顺，哦，啊，三星呢每次都说，哎，我要赢台积电，对不对？我的三奈米、我的四奈米良率都大幅提升了啊，哦，什么客户要来我这边下单了啊，哦，但是你看哦，今天最新的新闻是台积电二奈米，现在我不是在讲三奈米了，啊，一年前几个月之前，我会告诉你三奈米很好。台积电很好，现在我要跟你讲，连二奈米都不错了，所以你其实产业就这样不断的前进啊，哦，啊，你要去看那什么画线的、K 线的、APP 的指标参数去胡搞瞎搞去乱做乱追股票，那是你的事情，啊，赔了一屁股那是你的事情。我只告诉你，什么公司未来还会好，对不对？啊，三奈米已经天下无敌了，甚至连二奈米。都是非常的好，这是令人非常可怕的，所以为什么我常讲，我说真的，你套台积电跟套联电是完全不同的事情。你看今天联电，今天联电就跌比较多，对不对？啊，联电的反弹也是弱嘛。那当然，你说美中的科技战，联电可能会有一些转单啊，世界先进会有一些转单。或者说，你说今天的二三四四华邦电，对不对？哦，然后呢，对不对？二四零八的南亚科会有一些转单，但是你要去想，转单毕竟是转单呐，啊，最重要是你公司的未来的发展性，你公司自己的能力嘛，对不对？你要去买那种就算不转单，我还能吃到的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我常讲就是，就算你不转单。我还是可以吃在未来的产业啊，比如说现在的 AI， 对不对？我还能吃到很多肉的公司啊。那当然最大的代表台积电，那再来就是创意世新嘛，对不对？
那这个我说三四百块啊，我都跟各位报告过了啊，甚至我也带会员做啊。然后那因为那阵子因为对不对，那时候我也教各位有卖嘛，对不对啊？因为中美的一个贸易啊的关系，科技战的关系，所以打下来，哎，我也帮你避开。但是后来这边涨上去，我就不敢做，因为我担心中美科技战会影响。哎，没想到轧空轧那么多嘛，他也厉害啊啊！所以我说，那你可以看艾普啊，对不对？你可以看金星科啊，对不对？这都是大资金会员可以做的啊。哦，甚至2388的威盛，哎，为什么我又做了？又回头买威盛？你看威盛这几天就涨，今天还大涨。反正你们也不敢买啦，哦，还没涨停也不会有人讲，这样都很好啊，你知道吗？对不对？股票就是这样嘛，没涨停，对不对？大家都买要涨停板，每个都买恭贺涨停板啊，哦！今天上市9家啊，哦，上柜17家、26家涨停板，对不对？那甚至大家都会，今天一定很多人都说耀华要涨停板嘛，那都无所谓哦，对不对？反正你的老师500块一直买，买到300块，真的还有钱吗？每天都在猜低点，为什么我说耀华要你不要乱加嘛？啊，但是上礼拜五其实我是有加码，有带会员加码啊。为什么要加码？其实你看这个就知道了啊，你看这两个就知道了，我只能这样讲。哦，我在看这个就形态，因为毕竟它杀下来这一波是很奇怪的，我只能告诉你是筹码战。哦，问了很多业内，哦，甚至大于，哦，大家的看法，哦，其实就是筹码。哦，当然你可以嫌他说，哎呀，他的营收没有大增，哦，他也没获利，对，这些你都可以嫌，但是最重要你看筹码也很重要，你看投信又卖光光，投信又卖在低档，啊，今天呢就涨停。啊，上礼拜五为什么我要买？因为这两根啊，哦，这两段啊，哦，我只能跟你讲这两段。所以股票市场是很有趣的啊，哦，就像你合一一样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哦，你说你不想等的，我真的劝你。270、280我都劝你就是卖一卖的，对不对？我也没害你，哦啊，你要等真的很辛苦，哦，就像说我最近跟我的会员讲的，对不对？哦，一些大陆要证的事情，哦，真的很辛苦，哦，但是如果真的成功了，我想啊你也买不到了，哦，你也买不到了，就是这样嘛，股票市场本来就是这样啊，对不对？大家都是大人了，我讲得很白，大家都是大人了，你喜欢军工你自己去追嘛，对不对？你喜欢储能你自己去追嘛，但是有些本益比已经很高很高，高到不像话，是不是？你就不要套在历史的高点，我很多丑话都会讲在前面，我们低档没买的，我们不认同的，很抱歉，我不会去带会员去追高，但是未来会大涨，未来会好的，我义无反顾啊！我只能说义无反顾嘛，对不对？就像你说啊，真的错过了，对不对？世新创新这一段真的很可惜啦，啊，全市场最早讲的也是我，但是很可惜，没有就是没有，啊，那当然啦，对不对？你说金星科有没有机会？你说艾普有没有机会？啊，甚至你说威盛资金比较小的威盛有没有机会？我不用涨停板的时候，哇，每个都有威盛，对不对？把它跌下来，不敢讲。哎，我这边都是出掉哦。我说这个股票哦，它现在是重视哦，那个怎么讲？就是大家的信心啊。但是威盛其实它有一些东西啊，对不对？就像说中国的去美化哦，你看它现在对美光开的第一枪。中国去美化，他一定要做自己的，但是他也要有一些厂商的帮忙。那威盛当然他在 X86 的系统，或者说他有很多的 IP， 他还是有他的价值啊。这些东西对不对？就是产业，别人不会去告诉你，别人只会涨停板，哇，这个线怎么看？这个线怎么看？
讲啊，安尼吹到全破，对不？啊，结果呢？对不对？追错了也不讲了。哦、啊，你看我连威盛我都可以做好几趟，啊、哦，从前年应该大前年开始做好几趟，那时候三十几块了，三四十块很便宜了，啊、哦，但是因为它一直获利没有出来，哦，所以获利没有出来的时候，有时候你就要看市了，啊、哦，那只能看市，这档股票的市，和整个盘市的配合。但是呢，其实它算是还可以啦，你跟创意比它便宜吧，你跟对不对？你跟世新比它便宜吧，你跟金星科、你跟爱普比它也便宜啊。哦，这是大家都买得起的，我也敢公开给你啊。但是我相信，对不对？那时候前几天我跟你讲，哎，威盛可以买了，应该也没人敢买啦，也不会有人买啦。啊，等到涨上去了，应该又一堆人讲，都无所谓啦，就像你说复顶一样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为什么你说冲高冲高冲高我会调节，但是我不会全卖，我也舍不得卖，真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看到嘛，我讲的一一都快实现了嘛，对不对？我讲的东西一一都快实现了嘛。陈泰明接任富鼎董事长，为车用找出海口。我说我一定要讲未来的东西。哦，陈泰明何许人也？我相信大家很清楚，他绝对是枭雄啊，对不？哎，他也不是含着金汤匙出生，但是人家真的赚很多钱了、啊。我们只能说人家赚很多钱了、啊，熬啊！但是他经营企业有一套啦，哦，我只能说经营企业有一套嘛。你看嘛，对不对？同样2327的国巨。哦、跟2492的华新科比哪一个强，你自己看就很清楚。我们把这个好了240年线啊，等一下我弄个年线给你看好了。240年线好了。华新科是在年线附近，对对，这条黄色年线附近。2327的国巨呢离年线一大段，前阵子涨得很凶很凶。为什么？因为国巨的车用布局要开花了嘛，普斯基美嘛，对不对？华新科是个大家族，焦家很有钱啊，好，焦家也很会做股票，对不对？市场股市里面很多人说，哎，焦家怎么样？对，焦师傅很厉害，对。但是你看国巨这，对不对？陈泰明这几年爬起来了啦，真的、啊、那一段有没有？那一段大缺货的时候涨到1300了，涨到1300，当然啦、啊。他跌下来，很多人恨死他了啊！说实在，但是你看，其实他也很努力把国巨经营起来，哎，不一样哎，他跟对不对？你可以跟去跟 Murata， 你可以去跟对不对？哦 ，TPK、TDK 了啊 ，TDK 了啊，应该 TDK 拼嘛，对不对？他并了普斯基美，他现在跟鸿海合作嘛，就是为了未来的车用的市场，那车用就是都是高阶的嘛。就像你被动元件也有高压、中压、低压，你的老师懂不懂 ？MOSFET 也有高压、中压、低压，其实这些东西都越高压的东西越难做，你知道吗？你们只知道被动元件啊、哦，你的老师知道被动元件啊、哦、，MOSFET 啊、哦，挖沟哎，还有高中低压呢，你要能够做到高阶的以上的，所以股票是这样嘛，你要知道说你买的是什么公司，你心里就有底、哦、我常讲你心里有底，对不对？就像说对不对，他原来的董事长就受访指出嘛，目前富鼎的车用 产品的比重不到 3%， 说真的不多啦，不到 3% 啦、哦、但是呢对不对，仍然看好未来的车用嘛，现在是国巨跟鸿海进去了嘛，对不对？出海口就是他们嘛，对不对？碳化系已经盛兴，已经进展到8寸了，非常强哦，对不对？那你看嘛，对不对？600V、600到1200高福特，这叫中高福特的碳化系 MOSFET 车用的验证充电桩持续出货嘛，哎，这些都是很强的产品，很重要。你看飞鸿能涨那么多，对不对？充电桩，所以你说我怎么舍得说？对不对？
哇，冲上去了，全部卖掉的，我不可能啊！我觉得真的啦，这边的价位对我来讲都很便宜啦，甚至这边我觉得都不是高点，我敢这样讲。你看今天也还好嘛，哦，今天也还好，今天还收红啊，你说爆量，当然我会调节，很正常嘛，对不对？上礼拜五啊，上礼拜四嘛，对不对？调节一些威盛加码附顶，我也跟各位公开讲。然后呢，后来好消息出来，竟然爆量啊！爆量没办法，冲高就先调节嘛，啊，尾盘再接回嘛，对不对？OK 的啦，这就是做股票嘛，这就是做产业嘛，目标没有改变。未来绝对大好。你买个1000张，你买个2000张，说真的，你买这种股票不用怕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涨上去你才能赚得多啊！你不是去乱追一些奇怪的小股票，他做什么都不懂，什么挖沟都不懂。我讲得很白啦，你老师连工厂都没去过，对不对？卖软体的、卖指标的、讲参数，好拜托哎。为什么他们要卖软体、要卖指标、要卖参数？因为他们都不懂啊。他们很简单嘛，就是反正涨的都有嘛，啊跌的就不见了嘛，指标翻绿了嘛，跌停的指标就翻绿了嘛。啊，你卖不掉是你的事情啊，指标翻空了啊，你为什么不卖？对不对？啊，涨停你买不到，指标翻多呢？这是软体嘛，但是卖软体我会跟你讲啊。刚才我也在录影之前碰到一个比较年轻的老师卖软体的，就问他说：“哎，你们最近好不好？”他说：“最近都不好。”当然不好啊，最近卖软体也被修理得很惨嘛，对不对？你看很多卖指标软体的，今天都说哪档股票涨停，啊，明天呢可能就跌停了，都被扒啊。所以你说那种东西就邪门歪道了啊，我只能这样讲哦，可能你说。啊，真的啦，运气很好哦，你买到三副了，对不对？哈、哦，追对了三副哦，这才对哦，因为它一直涨，当然你指标都多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呢，这个涨一天跌一天的，你就被修理死了嘛。太多这种股票了，最近太多这种股票，涨一天给你跌一天的，那你光是这样子赔来赔去就赔死了，对不对？哎，你说附顶贵吗？不会啊，我今天看到德维，哇，德维340呢，德维第一季赚几块啊？3675，德维第一季赚几块？1块多啊。德维340哎，当然戴尔是很厉害哦。我特那时候有一阵前阵子，我特别问一个卖 IC 的朋友，哦，他们是 IC 社卖 IC 的通路商的朋友，我说哎，为什么戴尔是那么强？对啊，这个本益比那么高哎，340哎。对不对？哼，台办呢？台办才93块，投信还卖光光，好惨哦，是不是？为什么德维可以340？每一家公司做的东西不一样。那你说富鼎贵不贵？富鼎，对不对？100块而已啦。那除非说你不相信郭台铭。鸿海电动车可以发展嘛？我常讲就是这样嘛。哦，但是你看到，哎，最近以盛已经起来了。那你说广宇，你说富鼎，对不对？有没有机会？哦，它便不便宜？就连鸿海我也觉得超便宜的，真的啊。原来没办法哦，外资卖，连投信也跟着卖，真的是很好笑，对不对？没办法，没人爱嘛，对不对？谁叫他要去选总统啊？对不？但是它有它的价值啊，股价都低于净值，你说未来会不好？就像说你说讲难听一点嘛，你说这个广达对不对？广达有伺服器，那鸿海就没有伺服器啊，偏笑哎，对不对？常我觉得这个哈，新闻都是宰狼供的啦，股价涨上去新闻就是多狼啊，股价跌下来对不对？新闻就大家就打落水狗嘛。因为前阵子也新闻啊，鸿海有转投资 FII 啊，FII 对不对？也在伺服器里面也是有啊，是不是工业互联对不对？已经出货到第四代了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占集团的营收2成哎，那么多呢，不少哎，股价已经涨了八十，
将近80%呢，贡献给鸿海多少钱，对不对？这些东西不会骗人啊，但是呢，有人要压你就没办法。但是终究这些东西未来都会发酵。哦，他讲股市就是这样嘛，对不对？就像你说这个嘛，啊、哦，这两只也是蛮有趣的啊、哦，这两只蛮有趣的。今天这只也是涨啊，涨得还不错啦啊，看这个市都很漂亮，这个营收都成长一倍啊，营收都是倍数成长的股票，又不贵，对不对？这都是未来的大机会啊。而这一档呢，我今天其实六点多就发了一些东西给最新的新闻给我的清代会员啊，然后八点多发 call 讯给我们的特会跟啊清代的嘛啊 call 讯的嘛。真的啊，就像我之前讲的，真的耶，你看慢慢的，它往那个方向走，往那个方向走，真的对了会不得了。这不是我在说的，今天那个新闻，对不对？最新的资讯也出来，所以你说做股票，我不是主力啊，讲难听，我不是主力，除非说你说真的。合一成功了，对不对？我们退出了大部分的钱啊、哦，退出了大部分的钱。我要拉股票不难、啊、因为我会员手中合一真的很多了、哦，对不对？那当然成功了，我们快快乐乐的获利调节。我们要拉股票，你说红，你说广宇要给他拉涨停板啊、哦？你说富鼎，对不对？6000张多少钱？6亿、啊。也不贵了，也不多了，我只能这样讲。但是现在不需要我，觉得该他们要动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动，对不对？就像说上礼拜五这个新闻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新闻嘛，很有趣嘛。你说真的啊？他进来了，这个体质一定会大改造。出海口一定是给他的，要不然他干嘛花郭台铭、陈泰铭干嘛花那么多时间、花那么多精力？这都我公开讲，我也不怕你知道，因为大部分人还是不敢买，还在怀疑，对不对？节哀嘛，老师节哀嘛。其实哈，说实在啦，我在这行太久，对不对？散户的宿命都是这样，就像说。最近很多人来问我雷虎怎么办，大部分都是套在这里了，讲难听也都是套在这里，低档不敢买。啊，你相信他可以做无人机你就报吧，我个人是没什么兴趣的，股价已经涨了4-5倍了，对不对？他也没赚多少钱。那、啊、你要去追，你要追的高点，你自己好自为之了。因为太多老师都在涨多的时候高点大量的时候在介绍股票的嘛，对不对？那时候的敦泰有人跟你讲哦啊，本益比10倍，300块本益比10倍，好便宜哦，敦泰不会涨，电子股不会涨，是不是笑话嘛？对不对？你现在知道都是笑话啊。你说 ABF 基本面很好啊，很好，涨那么多的很好，对不对？啊，现在一堆人在讲，啊，跌深的在讲。我跟你讲了 ，ABF 我能看的，我就是看只看星星的。但是现在也没那么好，你看它今天跌多少？你看它今天跌多少？现在也没那么好了。我想这些高档我都已经很鸡婆的，请各位避开了。啊，我现在不用太鸡婆了，因为那是对不对？你们自己喜欢你们的事情。啊，你们老是不懂产业的。你要去跟就去继续去跟吧，对不对？光是一个药华药可以从，我也是醉了啦，然后可以从500多块买到300块，买到300块，你的会员还有钱、啊、然后还会删那 YouTube 还会删留言，我看了我都笑死了，我真的我都笑死了。那他今天一定都很臭屁啦，哦，甚至他每天都是敢讲说合一卖在哪里买又。合一赚多少赚多少，神棍，
太多人参加过，他输了一屁股来找我的，我只能这样讲了，神棍啊。你钱是你们的、哦、我常讲钱是你们的，你们的对不对？相信天天赚的，每天赚的、哦、好会赚的，那、啊、你不怕输你就去吧。我常讲 这句话、哦、股票它就是这样嘛，时间动了，该它的时它要动了，你挡都挡不住、哦、但是在整理的时候有时候会很磨人，对不对？主力做手大股东公司派要做股票都是要天时地利人和，但是我有一点不变，就是说这家公司的基本面竞争能力啊，它未来的发展性，对不对？只要你看台积电魏哲家他们，他也不会天天跟你讲股价很委屈啊或干嘛，他们就做好自己嘛，是不是？那你这十几二十年来你买台积电跟买联电的差多少？差太多了，哦，就跟你说智源跟创意差多少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我对智源就比较没兴趣？那就差多少？一个168，一个1000多，对不对？一个1500，一个168，对，这就是公司的竞争力嘛，这就是产业嘛。你不要跟我讲什么本益比。股票不是只看本益比，只看 K 线，只看 APP 软体，对不对？学什么参数指标，都是邪魔歪道啊！看本益比，而是要看未来的本益比，不是现在的本益比。未来它能够赚多少？未来它有什么机会，才是最重要，不是现在，也不是过去的本益比，对不对？我想经过了这么长时间，我相信应该很多的小白会很清楚的、啊，真的，你要去买未来会好的，买未来的报纸，真的买未来的报纸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是不是？我常讲，真的要买未来的报纸，是不是？台积电绝对是未来还是很好，哦，连二奈米都那么强 ，OK 的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你说富鼎有没有机会？那种东西绝对是玩大的啦，不想玩的就不要玩，真的不要玩，不要当个小老鼠，很可怜，领便当的都很可怜，对不对？营收都是倍增，营收倍增，你说不会涨？我不相信啊，他会输飞鸿，他会输华府，我不相信啊，这个当然是有大转机的题材，所以我会跟各位讲，真的啦，这个盘你不用管震荡啦，拜登要跟麦肯锡谈什么我也不知道啦，对不对？会不会很快决定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们的信念，第一个嘛，选举、啊、明年一月要总统大选，你说会不会有大行情？上次的县市长已经涨了2000多点，这次要总统选举，总统选举更重要嘛，那绝对是更大嘛，你就不要追高杀低嘛，你就买好的公司嘛，还没涨的时候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是我一直灌输你，一直希望你做到的。当然有些股票你说要还要，当然这个是筹码啦，因为毕竟我也跟你讲过了，对不对？这阵子我也跟你讲，你就不要乱加嘛，是不是？上礼拜五我是看这样杀破底，然后又有量，然后这个形态又蛮漂亮，那当然是人家有钱人买一些好玩而已，这个东西不是那么好玩，但是你有要华药的也欢迎来找我，我只能跟你讲不是那么好玩了，因为他毕竟他已经拿到美国药证了，日本药证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要看他营收，还要看他的筹码，这跟合一不一样嘛，合一第一个营收烂嘛，哼，现在还是很烂嘛。第二个大陆药证这个大的利多嘛，对不对？这是不一样的东西，所以这两档股票的做法是不一样。那当然，你有兴趣的，都欢迎你，一起来加入，一起来打拼。我只能说合一真的很辛苦，你想要奋斗的，一起来，
对不对啊？你有药华药的，真的啊，不要听那神棍乱讲，我只能说真的很好笑，对不对？那当然了啊，低档的股票好好的把握啊，特别的优惠，三个名额，也祝各位操作顺利，赚大钱，明天再会，拜拜。本投顾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股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